抢镜头，安那耍娇嫩，侯佩岑爽出老娘高度。同样是代言保养品，协助阿姨是张惠妹靠妹出道的安娜，特别收敛野味，装起娇嫩，走的是小家碧玉风采。但是转场瞧瞧侯佩岑，他老娘果然高度就赢过女孩，没在那边老派扮美那套，五官毫无包袱，直接飙出极致爽感，完美示范代言就是要抢镜啊的强烈气场。陈翔退甲 Speedzo 遭 Maxa 卡位，陈翔出走 Speedzo 之后，自己卖力打片，不惜装憨，但 Speedzo 留下一堆比较没啥记忆点的团员，比如说什么韦晋、阿丰田之类的。果然韦晋跟丰田跑去站台电玩，中间主类竟然就让 Maxa 给卡了进去，连 Maxa 都注意